弟一起来，哥哥呢帮弟弟来加油。好，帽子背后面很可爱，我们背后面好了。好，静蕾我们在旁边，不是哥哥在旁边。静蕾，你今天要表演什么？什么曲？什么曲？农村曲。农村曲对不对？很可爱哦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，哥哥在旁边要帮他一起跳，对不对？好，掌声欢迎静蕾带来的表演。我静佳，看这里。唱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啊，弟弟表现的好不好？表现的很好吗？弟弟自己去棒棒，棒对不对？好，送你一个礼物。啊，哥哥陪你上来，要不要送给他？干嘛？好，你送哥哥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哥哥从这边走。下一个小朋友是93号的依婷。啊，依婷笑得好开心哦。笑了。依婷告诉大家，你要表演什么？